做过像那个做那个塑料壶的话，是这种这种灰色。你拍的什么啊？哎，还有下料的一个东西呢。是哦，怪不得你都跟我不要人了。这个下料的这个东西也是厂里面配的吗？就是他们厂里配的吗？那个，这是你自己买的吗？哦，自己买的。我说嘛，我在他厂里没见过这个东西。啊，一拿这样子，然后我就下来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没什么好拍的了。其实这个很简单，嗯，就是要做一下模具。